现在可爱的是萧敬腾老师带领的 Magic Jazz， 高继鹏和洪亮丽的三人班迈开画一的步伐，在场上挥洒着晶莹的汗珠，信心待发。接下来进场的是由方轩老师带领的三年四班，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三年四班39位的进攻大将，他们在红方不与相遇，正如他们有的区域在方轩未来太极，他们家里最美的是太美，在家的姿态超越自我，不务专业，全体体接下来是由赵云轩老师带领的4年5班，由方庆生所带领的台北的欧皇们，这样180公分的肌肉男，我们也没见面不懂。经过1000次训练，我们有机会化身五星班，展开世界巡回。而乌冬瓜队会展现更有舞姿，体现自我。方炳则为四组赛模特的分设计表演小甜。讲的是变动的世界，不变的306，沉着冷静，稳若泰山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成就精彩蜕变。哎，接下来是由黄佩如老师带领的307，跑步跳远拿第一，会跑会跳，好牛逼！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，咩咩咩咩咩咩咩，这就是动物的声音。接下来是我们周少芬老师带领的310，我们是充满活力的310，大队长齐队杨亚琴，当年领队我带领，孝子的鲁鲁所向无敌，穿小小兵的是邱依林，想要拍照欢迎你。接下来是由张国栋老师所带领的311班，11参加运动会，其他班级洗洗睡，什么运动皆浮云，女性摇歌我必行，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冰淇淋是吃摇的，11班是无敌的。接下来是由林俊毅老师所带领的312班，大家好，我们是312班，12125152，发型到位，气质高贵，进步时代。团结友爱，共同阻碍。我的青春，我不弃。钢筋水泥不离弃，保卫一个今天，甚至一个明天。接下来是我们国文老师带领的3年4班，深刻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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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
接下来是由李怡芬老师带领的二年六八。我们什么都没得看，二六是儿童中间的二 girl and boy 组成，遮藏遮藏很快活，整天整天一起爱跳爱跳亮亮亮。接下来是由我们老师带领的二年八组，注重个人差异，能欣赏别人优点，在团队中追求和谐与进步是二年七八最大的特色。接下来是由张嘉玲老师所带领的二年八班，我们八班超团结，只要有人遇到问题，我们一定会帮同学解决问题。参加竞赛活动，解决对手请总是家常便饭。班级的成就只能建立在双方的努力上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班将称霸校园夺得第一。接下来是由王昭信老师带领的二年九班，我们二年九班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努力分子，欢迎到公司成功。接下来是张乃仁老师带领的二年十班，一个阳光向上、幽默活泼的班级，但是不断的阳光焕发，今天准备到了，在记录中的要改变了，不断往前的更加坚持。接下来是由黄晨威老师带领的二年十班，时间带的班绝对不一般，男女虽有别，但非常和谐，由性别评审超过万智。下一次我们就要在二一二，一三桃园家一起是二一二，天天疯狂的一班，号称是首届的班级，我们就请教公约二班，在努力方面更是不遑多让，人人皆是非凡。今天我们所代表的整个计划，都是代表一班的高王子同年级，大家在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决定，做出符合大众期待的生活，这是运动会入球的名字。接下来是由吴胜满所带领的二年十三班，我们是一个欢乐和谐的二年十三班，班级上的每个人都充满活力，积极向上，在运动会上全力拼搏，为班级增添荣誉。接下来是由黄维忠老师所带领的二年十七班，正在一个月就要结束了，站在上司令台走来的是被心理粉丝的二一四，我们不仅有共产资金流动的能力，而且有他人的耐心，礼貌是我们的代名词，也以为我们不会算账，运动员的体制的也不在话下。二一四又为了同学，他为了同为我们成长的玲珑妈妈拿下金牌。接下来是我们杨翠萍老师带领的二一五，西高关山以金站十一五米，我们的中山特色有铁锅、锅铲、大勺、大锅、豆包组成，是我们平时在中山特上最常用到的器具，搭配专业的中山厨师傅，让每位同学看起来都是为了中山气。接下来入场是由洪女贞老师带领的一年三班，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们，和着鸟语，伴着花香，他们迎着朝阳走来了，绽放的笑脸映着蓝天，拼搏的精神激荡在胸间。接下来入场的是一年四班，我们的班级是保育海洋生态，我们利用纸箱以及塑胶杯、保特瓶制作许多海洋生物，呼吁大家要做好回收，不要乱丢垃圾，以免导致海洋生物误食哦。天生丽质，郎才女貌，风华正茂，变成英姿飒爽，一代天骄。
应该将用灿烂的笑容拥抱胜利的辉煌。接下来是由专业医疗系带领的护理组班，现场的亚军呢，是我们的领导人，指挥风下士的范明学呢，他两个结合于此刻，就是我们的张志明同学，然后是中国科学院的张志明教授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学生。前面走来的是我们的学生，他是喜欢的无限努力，非常的优秀，不错，非常的优秀，非常的优秀，来自南高的哟。接下来是由蔡立芬老师带领的一一八，海洋正在慢慢生命，优美干净的海滩现在却四处散落着垃圾，不只是海滩，就连海洋生物也被迫承担垃圾带来的伤害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应该重视海洋生态的保育。现在就由我们一一的同学为大家演示如何保育海洋吧。接下来是由黄秋英老师带领的一一二。每个人都只注重表面，就像面看时，大家都只看到前面光鲜亮丽的人，而后面上号的人又有谁会注意呢？所以跟着一一二一起发挥爱心，守护校园、家园、地球的环境整洁吧。接下来是由陈静兰老师所带领的一一五，一一五的状况告诉我们应该警惕来自美丽的海洋环境，因为人类不断的关心、关心、关心，生物感情深，我们的海洋在身边，一起用心维持大海。